它这个走出这个居民区，这些属于旅游地带了，车就比较多，人也多了。但它这个欧洲非常弄的都是这个对步行人非常友善，让人走路都是有很多空间可以走。啊，天也变蓝了，非常好。它这些古建筑多漂亮，你看，一片一片。嗯，在这个你看这居民区的这些小公园做的也都很好。西班牙这个干净真的是让人家印象深刻呀。你看这么小公园里的这个让大家坐着椅子设计的也都挺有特色的。那个远处是一个供人表演和观赏的地方吧，好像有个小舞台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准备去看看这个教堂。